星日前有场生日派对，因为4岁的寿星男孩是漫威迷，家人特别请人扮成了绿巨人、浩克还有蜘蛛人来炒热气氛。不料浩克门都还没有进来就绊倒重摔，吓坏了在场的小朋友。不过呢，这个画面也相当搞笑。经典影集里把大熊当铁饼甩，在电影中用狂砸吉普车，无敌浩克看起来越来越威猛，不过出现在现实生活却突锤。巴西这场庆生派对请来巨无霸浩克，只见他跺脚后大摇大摆进门要跟小寿星 say hello， 不料却被粗壮的脚趾出卖重摔，小朋友见状叫的叫跑的跑一哄而散。 Look at the terrified face of the girl fleeing with her dolly。 光是跌倒还没完，更糗的是浩克头重脚轻站不起来，打趴一票跌倒经典画面。浩克出球影片上传网络后，吸引超过500万人次观看。The little girl who came closest to getting squished by the bulk of the Hulk seemed delighted. 幸好小朋友们受到惊吓没有持续太久，浩克最后也在旁人的帮助下爬起来热舞，虽然跟大荧幕上形象落差惊人，也算是发挥超级英雄的另类魅力，替孩子带来难忘的回忆。综合报道。